各位同学，咁啊，今日系2021年啦，9月18号啊，918即系，咁就开始 present 2013年 DSM two， 咁我进展咧都好顺利嘅，咁就即系一路做 PowerPoint 一路 present， 咁就已经开始即系做咗2017年至到2021年，同埋2012年，咁而家开始做就2013年啦。好啦，咁你睇睇第一条先啦，好啦，第一条其实用 first principle 去做呢个 derivative 嘅，咁呢啲即系 easy job 啦。咁我即系第一步，let f(x) 系 size 2x 先啦，咁跟住就by the definition of the first derivative 咧，就会系 limit x 趋向零。我用 x h 趋向零啊，唔用 delta 啊，因为 delta 就多嚿嘢 ，delta x 多嚿嘢。好啦，f(x) 加 h 减 f(x) over h， 咁即係如果 f(x) 加 h 咧就 sin 2 x 加 h， f(x) 就 sin 2x 咁樣，好咁 over h 啦，咁跟住用 sum to product 去變咗佢，咁 sum to product 咧嗱，你見到好長啊，出得好快啊，咁就2 cos 兩隻角加埋 2x 加 2h 加 2x， 咁呢度你發覺咧 4x 加 2h 約咗，其實即係剩翻 2x 加 h。而呢度咧，另外一個咧就 sin 2x 加 h 減 2x， 咁 2x 約咗 h 約咗 sin h 嚟嘅，咁嗱 sin h 嘅話就有嘢做啦，可以同個 h 可以 combine 埋變咗一嚿，另外一個化埋揀佢，咁呢個係一嚟嘅 take limit 之後，咁另外呢個 take limit 咧就 cos 2x 嚟嘅，個二就保留翻住佢，嗱我分開兩嚿啦，咁有時我都唔分嘅，即係因為睇得到就算噶啦，寫多部都嘥嘅事，好啦呢嚿嘢一。呢嚿嘢等於 cos 2x， 咁所以答案二 cos 2x， 咁好啦，咁我哋第一条搞掂啦，我哋睇下一条。各位同学，咁嗱，我哋而家嚟到DSCM two 2013年嘅第二条啊，咁第二条咧其实好似第一年嗰个2012年嗰条嘅，不过嗱，咁我哋睇睇佢讲咩先。Suppose the coefficient of x and x square in the expansion of 一加 ax 嘅 n 次方 are 负20同埋180 respectively， 叫你揾个 value of a 同埋 n。好，咁我哋其实即系首先都系爆开佢先啦，爆到几多咧？x square 即系爆到 x square 嗰、那个，咁所以啦 ，by definition 咧就系 by 个 expansion 嗰个 formula 啊，第一嚿一，第二嚿 n c 一 ax。一嘅 n 減一次方唔使要啦，咁第二嚿就係 n c 二 a x 嘅 all square。好，咁跟住咧化翻佢 n c 一係 n c 二係 n 乘 n 減一 over 二，咁就變咗呢、這個。好啦，對翻個 coefficient， 呢個係負二十，第一式。第二式咧就呢嚿嘢係180。好啦，用咗倒序方法啦，咁變埋佢個即係 a 做主項啦，負二十 over n， 咁我就濕落去呢度。即係兩條式兩個銀窿咁樣嘅啫，咁濕落去咧變幾多咧？噔噔噔噔 ，put 一式入二式嗰度，咁即係 n 乘 n 減一 over 二乘以負二十，負二十嘅二次方即係400 over n square 等於180，咁啊變翻靚佢先，上面就400 n 乘 n 減一，下面就二乘以 n square， 咁呢個 n 同呢個 n 約咗，個二乘過去或者呢個約咗啦。剩翻200，咁咪180 n。哦，我最尾都決定將我二乘上去啊。咁爆開佢啦，400 n 減400等於360 n。咁400 n 減360 n 就40 n。咁400負400調過去變咗正400。咁所以 n 係十，即係十下咁啦。咁跟住將個 n 塞翻落呢條數嗰度，個 a 就負二，就咁簡單。好，咁我哋睇下一條啦。各位同學，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M two 嘅第三條啊，咁就 MI 嚟嘅，一睇落去就已經知啦。呢啲 MI 題目都係算屬於送分嘅。咁嗱，如果你睇翻而家2021年即係嘅題目咧，你啲 MI 都唔係咁容易送分噶啦。咁所以即係真係要好珍惜做呢啲題目，可能成為歷史噶啦啊。好嗱，事不宜遲，我哋首先寫翻啲嘢先。好 ，Let S M be the statement。Of for all positive integer 呢條式一加一 over 一乘四加一 over 四乘七加一 over 七乘十加到三 n 減二
乘 3n 加 1，等于 4n 加 1 over 3n 加 1， 你可以看一看的，如果代 n 是1的时候，这个是1来的，这个是4来的，所以 n 是1的时候就不是得过1，是其实有两个 terms 的，两个 terms 的，所以这些要注意回来。好了，首先 n 是1的时候，左手面是1加4乘1加1 over 1乘4，咁就通分冇四分五，而 right hand side 咧代一落去，一系四加一系四加一五啦，下面就三加一四，哦一样嘅啫。咁所以 S one is true 啦。咁啊 assume S K is true，I E 系咩咧？I E 即系呢条式，即系呢条式全部转晒 K 嘅啫。嗱，我照写一次，唔读一次，重复啦，即系一加嘟嘟嘟嘟去到 n 变晒 K 咁样成啦。好啦 ，for n 等于 K 加一嘅时候。即系 SK 加一下，左手面系几多咧？左手面应该除咗呢撇嘢之外咧，仲有一撇。嗱，除咗呢撇嘢之外，仲有一嚿嘢嘅。嗰嚿嘢就系将个 n k 代晒 n 加一，即系三括 k 加一减二乘以三括 k 加一加一就分之一。好，咁然之后你嗱，心目中你知要砌到咩样啊？所以呢度即系你心中有数啦。这嚿嘢系可以将佢变咗做佢嗰嚿，咁然之后呢嚿照抄三 k 加三减一，即系三 k 加一，三 k 加三再加一，三 k 加三。好，通分母，通分母就通呢两个乘埋啦，咁即系呢嚿又要乘多三 k 加四。嗱，都系讲一句啊，要心目中要知道化到咩样啊。咁我喺下一张 slide 就由呢个博起啦，条式照抄翻出嚟。好，爆开佢，爆开佢啦，十二 k 二次，十六 k 加三 k 再加四再加一，即系十五，即系五，十二 k 二次加十九 k 加五，咁再 fat 翻佢，哇 ，fat 完之后约得到呢两嚿，咦，真系个答案喎，你睇下嗱，代 k 加一嘅时候咧 ，k 加五，代 k 加一嘅时候咧，三 k 加四，咁所以 s k 加一 is true 啦 ，by m i 嗰啲。结尾语你自己写翻，因为呢啲都要写嘅。好啦，咁我哋做完一条啦，我哋睇下一条啦。各位同学，咁啦，而家我哋嚟到2013年 DSE M2 嘅第四条啊。咁第四条系嗱，你睇落去一个俾咗个 slope function 你 dy over dx 等于 e 嘅 x 减一，叫你揾翻个 curve 出嚟，同埋揾条圆规上嘅 tangent at that point。y-axis 嗰個 point， 咁即係其實應該係 differentiation integration 嗰啲嚟㗎啦。好啦，做咗 A 先啊，咁佢嗰個 curve 係穿過一 E 個點啊，一逗號 E 個點。好啦，咁然之後個 equation of the y 咧係咩意思？就點樣計咧？就係 in 翻佢啫 ，in 翻呢個 function，in 佢 ，in 個嗱 ，in 個 e x 減一啦 ，in e x 等於 x，in 一係變 x 再加個 c 上去 ，c 係 constant， 咁然之後將到一 E 個點塞落去呢條日式嗰度。右手面是 E， 左手面是 E 减1，所以 E 是1。E 是1的时候再代回去就是 Y 那条 curve 了，就攞即是搞定了一part了。好了，然后他要问呢find the equation of tangent to the curve at the point where the curve cuts the y-axis。y-axis 上面那点即是个 x 是0啊，代 x 是0下去。代 x 是0的话呢就是0，这个是1。减零加一即系二，所以嗰点系零二嚟嘅。嗱，零二咧你要代翻落去条 curve 个 slope 嗰度，就等于翻个 tangent 个嗰个 slope 嚟噶啦。好，代落去啦，一代落去其实你会有啲怪嘢出现咗噶。代 x 系零啦，咦 ？e 嘅零次减一零，嗱有几样嘢就注意嘅。如果系零同埋 undefined 咧，其实呢两样嘢就即系好重要，好重要嘅。咁即系其实我哋唔使计啦。咁即係其實嗰條 curve 咧，喺個 y-axis 上面嗰點咧，其實係咁樣平咗嘅 ，slope 係平咗嘅。咁所以條 tangent 咧，其實就已經係即刻計到 y 等於二噶啦。嗱，如果即刻寫就 y 等於二搞掂噶啦。咁嗰個 tangent 咧就 y 等於二，就咁簡單。好，咁我哋就睇下一條啦。各位同學，咁啦，而家 present 嘅2013年 DSE M2 嘅第五條啊。咁第五条咧就其实是一条滑图嘅，即系个 function 俾咗，唔使你 D 佢啊，乜都唔使噶，纯粹系即系俾晒个表你噶啦。咁就即系呢啲题目就即系
看圖，即係看表畫圖啫。好啦，咁佢俾個 function f(x) 等於三減三 x 嘅 square over 三加 x 嘅 square。咁個 graph 個即係個結構係咁樣俾咗你啦。啲 D 一次咧係正正即係分開曬啦，正正正零負。咁即係呢度有一個轉折點嘅，咁即係零咧係應該屬於一個。increasing 完跟住 decreasing 嘅話就係、是、一個 maximum point， 好，跟住冇 minimum point 啦，呢度好明顯，好啦 ，D 兩次嗰度正負，咁即係有一個 point inversion， 因為佢負一唔係一個 undefined point 嚟㗎，冇嘅，好啦，跟住零零負負負，跟住又正，咁即係一係一個 point inversion 嚟㗎。嗱，咁呢類咧，呢類嘅 function 其實就 rational function 啦，分數 function 啦，上面 degree 係二，下面 degree 係二，咁所以其實根據我哋嗰個認知咧，嗰、那個 asymptote 咧，嗱呢條呢 part 揾 asymptote 啦，佢有一條 horizontal asymptote 就冇 oblique asymptote 啦，咁有冇 vertical asymptote 咧？都冇，因為三加 x square 咧係大過零，唔會等於零嘅，所以冇啦。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而家開始做啦。嗱 ，maximum minimum point 咧。f(x) 先啦，咁佢个f 零咧系代零落去先，因为我要计一计个数字啊，因为我哋正话都睇到啦 ，maximum 系零嘅，零零一嚟嘅，所以 f 零系一，咁即系零一系一个 maximum point。好啦，咁我哋正话又要睇埋个 point inversion 喎，刚才睇到正负，咁即系负一系一个point inversion 嚟嘅，跟住一咧又一个 point inversion 嚟嘅，代一先啦，一就零啦。负一咧，负一都系零喎，顶。咁即系一零同埋负一零咧，两个 point inversion 啦。咁所以如果 A part 咧就咁样答晒佢噶啦 ，maximum point 系零一，point or inversion 就系一零同埋负一零。好，第二样嘢，要揾个 asymptote 嗱，揾 asymptote 咧，首先第一样嘢先，因为个分母三加 x square 咧系大过零嘅。for all x 啊，咁所以冇 vertical asymptote 噶啦，好啦，咁至於佢嗰個打橫嗰個咧有嘅，咁我用咗長除法去計，直接計出嚟，上面個 degree 等於下面個 degree， 或者上面個 degree 大過下面個 degree 一 by one 啊，咁佢各自都會有一條，前者就有horizontal asymptote，後者有一條 oblique asymptote，如果上面個 degree 係細過下面個 degree 咧 ，y 等於零就一條horizontal asymptote。如果上面 degree 大過下面 degree 兩個二或者以上咧，就冇 asymptote 嘅啦，冇 oblique 或者 horizontal asymptote 嘅啦。好嗱，除咗我首先嗱，除一除佢先啦，將佢調翻位啦，負三 x square 加三除以 x square 加三，擺個三落去，擺個三落負三落去，嗱擺咗落去之後咧，負三呢個係負三 x square 減九。哦，減咗冇咗，負三減負九即係十二，咁所以咁樣嘅 structure 咧就係 f(x) 等於負三加十二 over x square 加三，咁所以 y 等於負三就一條 horizontal asymptote 啦，搞掂。咁呢部分畫圖咧，其實正話我哋都係睇到噶啦。嗱，因為咧你留意一下呢個嘢咧，就穿過咗 x-axis 就呢兩點，y-axis 就呢點，而且 maximum point 嚟嘅。咁同埋佢係永遠都大過負三。嘅嗱，即係你睇到呢個啦，係嘛？無限嘅時候咧，呢嚿嘢永遠都大過，即係呢一嚿一定正數嘅。咁所以佢其實成條 function 都係喺個負三樓上。咁所以其實個形態咧，我好簡潔咁畫咗出嚟算啦。之後其實我都照 cap 個 marking 嗰個圖噶啦，嗱咁樣最大 maximum point 零一。跟住響呢兩點咧，有個 point inversion 出現咗，跟住貼近嗰個 y 等於負三嗰條線，咁就搞掂啦。跟住成個問題就咁樣做出嚟嘅啫。好嗱，咁我哋睇下一條啦。各位同學，咁嗱，我而家嚟到2013年 DSCM2 嘅第六條啊。咁第六條一條面積volume， 即係用 integration 計面積同 volume 嘅嘢。好啦 ，figure one shows the shaded region with boundary。y 等於負 x square 加 over 二加二 x 加四，即係呢條，同埋 y 等於四 ，y 等於四應該呢條，同埋 x 等於五呢條。咁所以呢點其實應該好明顯就係四五四嚟嘅呢點。咁呢點係幾多咧？哦，佢俾埋你喎，頂！呢點零四又俾埋你，呢點四四，呢點係五四。好啦，其實。即係太淺啦！如果俾埋你就，你至少你要你計得下計下啦。好啦 ，find the 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揾呢部分面積。
同埋呢部分面積。嗱，呢部分面積咧零到四咧就應該係條 curve 減翻條 y 等於四嗰條線，而呢度嗰段咧就應該條直線減翻條 curve。所以 A part 咧就揾個面積嘅時候咧，零到四咧就係條 curve 減四，跟住加四到五咧就條直線減條 curve。咁當然減埋佢之後，個四冇咗啦，呢個四冇咗啦，變咗呢兩個。咁因為個domain唔一樣啊，你發個 function 都唔一樣嘅，咁所以我哋各自 in 一 in 佢啦。咁呢個 in 出嚟咧就係、負 x 三次 over 六，呢個 x square， 呢個又係你加啊，跟住呢個 x 三次 over 六減x square。好，代四落去，嗱代四落去就負四嘅二次負，跟住四嘅三次方 over 六。加四嘅二次方，減零嗰啲唔使代啦，因為零曬。好啦，呢度咧就將五代落去，同埋減將四代落去。嗱，四代落去呢度，呢個五代落去呢度，減四代落去呢度。好，撳機撳翻佢出嚟就搞掂啦，十三 over 二或者六點五啦。好，咁另外一部分個話，如果呢嚿嘢咧就 roll 呢個陰影部分 rotate 包個y 等於四嗰條線啊 ，L 一啦 ，L 一等於 y 等於四啊。咁、個面一個體積，嗱咁體積嘅時候減咧，即係其實你要計每一忽嘅半徑，但半徑就唔係呢條 function 喎，係要將佢減咗四先係。好，咁第二樣嘢咧，原來個二之後有個二次方啊嘛，要個半徑二次方啊嘛，咁所以其實咧，你不論我喺下面，即係條 curve 喺條 y 等於 x 四嗰條線嘅下面，或者係上面咧，其實都冇所謂，因為二次方咗，所以直接可以一次過咧由零到五咁樣 in 曬佢。咁所以條公式咧就係 volume 就等於派乘以 in 嗰個 function 就係嗰條 curve 減條直線嘅二次方，跟住零到五 dx。咁呢個減咗冇咗啊，跟住爆開曬佢得啦，冇咗呢個嘢，即係二次方爆好簡單啫。嗱，我直接爆埋佢啦，四 x 嘅四次 over 四，跟住就加二四 x 二次，跟住兩個互相乘埋咧，就啱啱好變咗二 x 三次。好，咁足夠 in 佢喎。呢個 x 五次 over 二十，呢個就 x 三次 x 四次 over 四，即係二分一。咁呢個咧就四 x 三次 over 三。好，跟住代五落去，零嗰個都唔使代啦，又係嗱代五落去，咁直接撳機撳翻出嚟嗰嚿嘢得啦，一二五派 over 十二。咁啊，較為簡單，除咗啲數字，你可能你唔習慣撳機。不過如果而家計咗咁多年之後，你應該都習慣噶啦。咁呢啲數其實都係算易嘅。咁好啦，我哋睇下一條啦。各位同學，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M2 嘅第七條，冇錯。好，第七條證明兩條 identity 啫。A 就證明 tangent x 等於 sin2x over 一加 cos2x。B 就證明呢條 identity， 哇，好長啊！哇！真係長，好似長過流長咁啊！但係一陣我先睇啊，睇呢條先嗱。呢條A 嗰條咧個最大嘅特徵咧就係個 double angle 同埋個 single angle 嘅分別啫。咁所以咧，我首先咧由個 double angle 嗰面做起，之後你做係 sin2x over 一加 cos2x。咁你要轉做 single angle 嘛？咁所以嗱 ，sin 就冇得選擇得一條 single angle， 即係 double angle formula 嘅啫，就係 2sinx cos2x。咁 cos 咧有三條嘅，呢三條。咁應該用邊條呢？答案係第二條，因為我要整走個一，所以我要將呢個嘢變咗二 cos square 減一，將呢嚿嘢。咁整走咗個一之後咧，個二就可以約咗 ，cos 又約咗，剩翻 sin of cos， 所以變 tangent， 就係咁簡單。啊，當然啦，你能夠準確運用到 double angle formula， 其實就即係 M2 咧第一步嚟噶啦。好，咁 B 啦 ，B 點樣做咧？嗱 ，B 你睇下 right hand side 先 ，right hand side 其實咧好似嘅。你如果你咁樣睇，即係呢度係上面嗰條咧 ，sin double angle over 一加 cos double angle 咧，等於 tangent 嘅 single angle。咁呢度都得嘅喎，即係呢個 sin 八 y 咪即 double angle 就四二乘四 y 咯，即係個 theta 個 x 就二四 y 嚟嘅。呢個又咦，哇咁靚嘅，天衣無縫配合得，即係完全係天衣無縫啊，冇完全冇瑕疵啊。嗱，我將佢分咗出嚟先 ，sin 二 do。over 一加 cos 二 do 好，其他照寫翻佢。咁呢嚿嘢，所以呢嚿嘢變咗 tangent do 啦。咁個 do 就係四 y， 所以 tangent 四 y。其他嘢照寫啊，好啦。咁跟住嗱，再觀察咯。咦？
咁點解會等於 tangent y 嘅？咁 Q 奇怪。原來咧 ，tangent 四 y 可以寫做 sin over 四 ，sin 四 y over cos 四 y 嘅喎。咁你 cos 四 y 同個 cos 四 y 弱咗，咪剩翻 sin 四 y 咯。嗱，呢兩個弱咗係嘛？咁再用多次 sin 四 y 一加 cos 四 y， 又用多次呢條式。不過今次個 dot 咧，即係個 x 咧就係2y 啦。咁所以我唔會即係唔用咁多次嚟做咁清楚啦，我純粹啦。所以呢嚿 compare 呢嚿咧，其實係等於 tangent 二 y。哦，最後我都係寫埋頂 tangent 二 y。哇，又係嚟過啦 ，tangent 二 y 咪即係 sin over cos 咯，跟住再用多次，即係 cos 二 y 就約咗啦 ，sin 二 y over 一加 cos 二 y 就 tangent 嗱呢嚿嘢啊，哇！簡直即係你估都估唔到咁靚嘅，靚到阿媽都唔認得啊！好啦，即係淨係阿爸識睇佢，即係知道咁靚嘅啫。好嗱，咁我哋講完咗呢條啦，我哋再睇下一條。各位同學，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E M2 啊嘅第八條。嗱，第八條咧就要你揾有個 matrix 有 K 喺度嘅，1K0011K00。M 嚟嘅呢個，咁佢哋揾個 M 嘅 inverse。B 咧就話 M 乘 x 一 c 二 set 等於221，咁你揾個 K。咁其實咧嗱，咁樣睇嘅話咧，我就即係直接揾啦。咁個三乘三 matrix inverse 嘅公式咧，就係、是、如果個 determinant 等於零先有㗎嚇，咁就一 over determinant 乘個 adjoint M 啊。好，咁所以你揾翻個 determinant M 先。determinant 咧，其實嗱，咁我揀咧就揀呢一行啊，正負正負，呢個係負嘅負，咁即係咁樣數，咁剩翻呢度嗰四格，一二三四，咁呢個係零啦，減，咁即係 k square， 咁一睇睇到噶啦呢個，即係如果你揀得啱，你揀呢一行都得，正負正正嘅 k， 咁就乘以呢個 determinant 就係 k， 佢 k square。好，即係揀最多零嗰個啦。好啦，咁跟住咧個 adjoint 啊，個 adjoint 就你即係呢個我就唔 show 出嚟個 detail step 啦。咁我整到個 adjoint 呢個啊，咁 adjoint 主要都係即係每一格擺嘢落去嘅啫，點擺咁你即係寫翻清楚啲就得㗎啦。咁但係呢個代數符號你就要即係更加清楚，即係小心啲寫啊。好啦，咁所以個 inverse 係呢、這個一 over determinant 乘 adjoint A。咁呢、這個有一個咧好重要嘅 information 要同大家 share 嘅，就係、是、你計完呢個嘅時候，你一定要確保呢個嘢啱咧，你將呢個 matrix 乘翻呢度一次，睇下佢係變 i。如果係變 i 嘅話咧，咁你呢個答案一定啱噶啦。因為 inverse 係 unit 噶啊。咁如果計呢塊個唔係 i 嘅話咧，其實即係你個 inverse 計錯咗，咁你可以即係翻翻轉頭去 check 翻你邊個位錯嘅。好啦，呢、這個就係即係 KDL 同你 share 嘅一個重要信息啊。但係唔好怕麻煩啊，因為你唔 check 嘅話咧，你錯咗仲大鑊啊。好啦，咁跟住 B 咧就要計呢、這個啦。咁 B 其實計呢個嘅時候咧，可以直接將呢個嘢乘過去，跟住對翻啲 entry 就得噶啦。咁但係咧，我跟 marking 做啊，咁就將呢個 inverse 乘過去，其實好低能，我覺得即係乘個 inverse 過去，咁直接出個嗱、那個一咧，這個一咧對應應該係呢一行。即係第二行乘呢、這個就二 k 減一就over k square 等於一，二 k 減一，其他嗰啲即係無關痛癢，唔關事噶啦。其他嗰啲揾個 k 揾個 x y 嘅啫，揾個 x 二 set 嘅啫。好，咁我哋得到咧就二 k 減一 over k square 等於呢、這個，咁乘過去就 k square 等於二 k 減一，調埋過去 k square 減二 k 加一，咁即係 k 等於一。咁嗱，呢條就非常之簡單咁搞掂咗啦。咁因為其實我就跳咗呢個join 嗰步啊，其實呢步係最麻煩嘅。好，咁我哋睇下一條啦。各位同學，咁嗱，而家嚟到2013年 DSE M2 嘅第九條啊，第九條。咁好啦，咁我而家咧呢條咧係屬於 system linear equation 嚟嘅，咁一條 short cut 嚟噶啦，好明顯係。咁我哋睇下佢點樣啦。嗱，俾個 system linear equation 你。有 unknown 啊 ，ABC，AB 無 C 啊，咁就 XY， 咁就 XY 二 set 就係個 linear equation 嗰啲 variable 嚟嘅。好啦，佢話
It is given that he has infinity many solution。哦 ，infinity many solution， 咁好明顯呢個 matrix 嗰個應該係 determinant 個 necessary condition 啊 ，determinant 等於零啦。咁跟住叫你揾個 A B 嘅 value 啊，咁 B 就叫你 solve 埋個 E。咁我哋嗱，咁我都係用標準嘅方法去做啦，就係首先咧寫翻個 omni matrix 出嚟先。個 omni matrix 就一二三誒負 A 誒一減二 A 一減三 A 誒一。二減 B， 三減 AB， 跟住第三行就會係二 A 加四四。好啦，咁呢嚿嘢搞掂咗之後咧，咁我哋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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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呢個變零，將呢個變零。第二行 row two 減兩個 row one， 同埋 row three 減三個 row one。咁呢個減咗佢，呢個乘二減佢零咗，呢個乘二減佢剩翻個一。这个乘二减它剩下个负 B， 这个乘二减它剩下个 A， 所以这一行是这么多。好，第三行就减它了，即是 row 三，那这个是零，零了啦，这个减它三，乘三，那就得回个 A， 这个减它乘三，哦，即回，减 AB， 这个减它乘三，四减六，即负二，其实挺简单了，是不是？好，那接着再将这个减埋它。row three 减 row two，row three 减 row two， 好变咗呢、这个，咁变咗呢个之后咧，咁开始做咯啦。佢个 condition 就话 infinity many solution 啊，咁即系话佢其实要呢一行要零晒先得啦。所以佢 condition 就系呢嚿嘢要等于零 ，and 呢嚿嘢等于零，即系 b 括杀抽个 b 出嚟 ，b 括 a 减一等于零，同埋 a 加二等于零。咁個 A 一定要等於負二啦。咁嗱呢度咧，我哋睇下上面嗰個啦喎。如果 B 等於零 ，and A 減一等於零 ，or A 減一等於零 ，and A 等於負二。咁即係有兩個 case 啊。第一個 case 就 B 等於零 ，and A 等於負二。第一個 case。第二個 case 咧就 A 減一等於零，即係 A 等於一 ，and A 等於負一。咁呢個冇可能發生啊！呢個。因為你唔可能同時咧，有兩個 A 咁，我代邊個 A 係咪先？咁即係佢唔可能同時存在呢度一個，即係分身啦，即係分唔到身啦，即係唔係影分身啊？好，咁我哋睇下一 part 啦。跟住睇落去啦，即係得呢個 case 嘅咋？好啦，佢叫你 solve 個 E。咁如果當個 B 係零 ，A 係負二嘅時候咧，咁呢個 omni matrix 咧就變咗呢個啦。一，二一二一。零负二呢行零晒，咁就易搞好多啦。咁即系个 y 系负二嚟嘅，咁我 let 个二 set 做 t， 咁跟住代翻落去 ，y 系负二 ，let 个二 set 做 t， 咁跟住计翻 x 出嚟咧就六减 t， 咁所以个system linear equation 咧有 infinity many solution 嘅时候就系呢个 solution 啦。好，咁我哋搞掂呢条，我哋睇下一条啦。各位同学，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CM2 嘅第十条，好啦，第十条一条一睇落去 2D vector 啦，咁好啦嗱，佢俾咗两支 vector， 你一支 OA 呢支啊，就系打横嘅2i，OB 就系斜斜地嘅 i 加 2j，M 系个 midpoint， OA 系 line and midpoint of OA 啊 ，M 系。n lies lie on AB 上面 ，such that 佢嘅 ratio 系 BN 系 K 比一。一阵即系我哋可能用呢个 ratio 啦。好啦，咁叫你 express ON in terms of K， 哇，呢啲 easy job 啦，系咪先？咁啊 ，by 佢嗰个即系 session formula 咧，就系 K 呢个 K 啊 ，K 乘 OA 加一乘OB 除以一加 K。即係呢啲標準嘢嚟㗎啦，好啦，咁將個 OA 代翻落去 ，OB 又代翻落去，咁啊得到呢條呢支 vector 啦，好啦，咁嗱跟住嗱，哎呀快咗少少先啦，唔緊要啦，嗱咁B part 啊A if A and P O 係 consecutive 即係話咧 A and P M。即係有一個圓形穿過呢度嗰四點。咁啦，我哋有一個 definition 嘅 consecutive 嘅咧，就會係對角就加埋180度，第一個。
第二個咧就會係嗰個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嗰、那個，咁呢度即係要畫出嚟先有啦。咁但係似乎就未有冇。好啦，跟住咧就外角等於內對角，即係呢個外角等於呢個角。咁嗱，我哋不過 anyway， 我哋做一做嘢先。咁啊，我想咧就揾咗個 MB 先，即係睇嗰支 MB vector 係點樣先。MB 係點咧？MB 即係 MO 加 OB。咁 MO 其實係二分一個 OA 嚟嘅，二分一個 OA 嘅再負咗佢，咁所以就負 I 加 OB，OB 係 I 加 2J， 哇 ，2J 嚟嘅喎，嗱呢個 2J 嚟㗎 ，cancel 咗，咁呢個係 2I， 呢個 2J， 咁即係呢度係直角咯，係嘛？嗱呢個係直角咯，咁換言之，如果佢係 AN。PM 是 consecutive 的话呢，那这只应该都是直角了。因为它给你个 condition 嘛，那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将 ON 呢就多个 AB， 等于 0， 那我们就找到个 K 的了。因为 ANPM 是 consecutive 啊，那所以呢 ON 都同时垂直 AB 的，即是它直头是90度了，因为我们证明了这只是90度嘛，这只90度，那这只自然对角就是90度了，是不是？哇！即係咁樣都俾我撞中咗，係咪先？即係可能係負碌，亦都係可能係實力。好啦，咁然之後 O N 係幾多咧？哦，有嘅 O N。咁 A B 有冇啊？有 A B， A B 咪即係咁樣去咯，係嘛？好啦，咁即係 O N 多 A B。嗱 O N 我照抄呢個嘢，等於零啊。咁 A B 咧，嗱 A B 呢個係終點，呢個起點，所以將終點減起點。所以是負 I 加 2J， 負 I 加 2J， 是不是？嗱，你睇啦，嗱，終點減起點，其實通常嚟講，我就會唔 show 呢 step 噶啦。不過即係我哋而家俾你睇埋啦，即係呢個係 OB 減 OA 啊，咁就負 I 加 2J。嗱，多入去嘅時候咧，呢、這個就成呢嚿嘢負嘅，再加二就成呢個二 over K 加一。即是这个4 over k 加1了，即是这个。那跟着全式乘以 k 加1就扔到过去了。那就剩下负 2k 加1，即是负加1再加 4， 那就是负 2k 减1就加 4， 即是加 3， 那个 k 就是3 over 2来的。那我们搞定了，那这些都是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啊。那我们好了，看下一条。各位同学，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M 2嘅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系第一条嘅 long query 嚟嘅，咁就呢条就我分开三 part 做啦，嗱 A 一 part 虽然好短，但系都系即系分开一 part part 做啦 ，B 就系 in 呢个 ，C 就 in 呢个啦 ，A 嘅时候咧，我叫嗰啲学生咧，我即系一早即系我哋都 force 到嘅 in C 近呢个 function 咧，其实佢唔会俾你去唔使学嘅，呢啲一定要你 in。咁其中一個咧就嗱，佢即係呢度提供咗一個方法俾你啊。咁佢話翻擺翻定呢啲呢嚿嘢，跟住就 in 翻呢嚿嘢。咁即係其實你好明顯就係 D 完再 in 嗰個 concept 嚟嘅。咁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即係想講講咧，就係直接 integration 嗰個方法啦。好嗱，不過 anyway 嗱，咁 B 嗰度咧，我哋睇睇即係 in 呢個 function 啦。咁呢個 format 就好明顯係 trigonometry substitution 嚟嘅 ，u square 減一 ，u square 減一就 let 佢個 u 做即是个 A secant 嗰个款嚟嘅 ，A secant 系啦 ，A secant 嗰个款嚟嘅，即系一即系 secant theta 啦。咁 B 咧，如果上面系 degree one， 下面系开方 degree two 嘅话咧，咁就degree four 嘅话咧，咁就应该系 B 一。咁即系呢个系 quadratic 嘅 form 嚟，咁应该同啲 competing square 有啲关系噶啦。但系一阵落到先再睇 ，C 系一条标准嘅问法，系 T formula 嚟，其实系。是 T formula 嚟噶，再讲多次，重要嘢讲多次，三次啊 ！T formula 嚟嘅，呢啲系标准方法嚟嘅。有兴趣可以入去我 channel 睇一睇佢 T formula 系点样 in 啲嘢啊。好，咁我哋而家睇落第一 part 啊，第一 part 较为短嘅。好，嗱，咁一次我 show 晒俾你睇啦。D 呢、這个 D 个 secant ln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 d secant， 首先D 个 ln 先就一 over 佢，再 d secant 变咗 secant tangent。d tangent 就變咗 secant square， 好，然之後上面抽個 secant 出嚟就變咗 secant 乘以 tangent theta 加
secant theta over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 弱咗等于 secant。咁呢条式咧就系 in 呢嚿嘢方法啦。嗱，你 in 呢嚿嘢，所以等于翻呢嚿嘢加 c， 直接写得噶啦。in 呢嚿嘢等于呢嚿嘢加 c， 所以我基本上我同佢学生讲，直接写个答案，中间呢部唔写都唔使理佢噶啦，就系咁简单。好，嗱，咁我哋搞掂咗一 part 啦，咁我哋睇下一 part。各位同学，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E 嘅第11条嘅 B 啊，咁就呢条 B 1咧，其实佢叫你用个 suitable substitution 啊 ，in 呢个 over 开方 u square 减一，咁呢个好明显系嗰啲 trigonometric substitution 嚟噶啦。B 都系 B， 不过咧就我睇佢系即系四次跟二次 quadratic 噶，咁啊上边 degree one， 咁其实应该要用嗰个就系、是computing square 之後再 trigonal 嘅。好，嗱，咁我哋做咗 A 先啊，做咗 B 一先。B 一咧就 let u 做 secant theta 啊。嗱，留意啊，如果 u 係 secant theta 咧，其實你呢度即係你可以想象有一個三角形喺度，即係方便你計算啫。一個直角三角形，咁啊 over cosine 即係等於cosine theta 等於一 over u 啊。咁即係佢條斜邊係 u 嚟噶。咁誒條輪邊係一嚟嘅，咁一陣我哋要用呢個嘢去計其他trigonometric ratio 嗰啲嘢嘅。好嗱，咁du 係等於 secant theta tangent theta d theta 啊。咁代入去啦，呢、這個secant square 減一，即係 tangent 嚟嘅。咁 du 就抄呢嚿嘢落去嗱，呢、這個 secant square 減一就係、是。tangent 嚟嘅 ，tangent 同呢個 tangent 約咗就會變咗 secant theta in。再 in secant theta， 剛才我哋做咗個 in secant theta 咧，係噔噔噔噔，就係 ln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 嚟嘅。嗱咁去到呢度咧，唔好滿心歡喜，諗住誒做 Q 完啦，即係做完啦。咁你即係你發夢都未咁早啊，因為其實你要將轉翻做 u 噶。咁正如我開頭咁所講啦，轉翻 u 嘅方法就係將呢度變咗個三角形。咁誒其實係 cosine theta 等於 over u 嘅，所以斜邊係 u。條輪邊係即係個adjacent side 係一 ，hypotenuse 係 u， 咁用呢個方法可計埋呢個開方u square 減一，咁呢個就我哋借助佢轉嗰個方法啫。咁當然你又可以其他方法轉，但係就呢個係最為有效率嘅轉嘅方法㗎啦。咁轉咗佢之後咧，咁咧 secant 就 u 啦 ，tangent 就係呢個 over 呢、這個，即係開方 u square 減一，咁就 in 到呢嚿嘢出嚟嘅。咁我哋就即係咁樣搞掂咗一 part 啦。好 B 嗱 B 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嘢in 呢個嘢啦，抄咗題目先。其實我 computing square 冚咗佢先，就 x square 加二嘅 all square。咁呢個係其實應該有個四喺度，所以要減翻一，即係加三，即係減加四，咁減四，咁即係 over all 就減一，所以變呢、這個嗱。呢啲步驟我就 skip 咗佢，唔同你即係逐個 step 講啦，好啦，咁跟住咧，嗱，你其實你上面嗰度你睇到一個關係嘅話，我就 let 呢個做 u 嘅 ，let u 等於 x square 加二，咁 du 就等於二 x dx， 哇，頂，啱啱咁巧啊，呢個係 du 嚟嘅，呢個係 u square 減一嚟嘅，好啦，咁但係我哋轉埋個 domain 啊 ，x 係零嘅時候個 u 係二 ，x 係一嘅時候 u 係三，所以個 domain 係二到三。in 呢、這個，咁跟住咧就將呢皮嘢代翻呢個，嗱照代呢嚿嘢啫。咁啊二同三之間下限上限分別係二同三，好代咗三落去，減代個二落去，呢、這個代個三啦，三跟住三嘅二次九九減一八，所以 ln 三加開方八，代二咧就二加ln 二，跟住加二嘅二次減一，即係三開方三，好。lock 兩個 natural lock 嘅話，減嘅話即係用除啦，變咗。咁除嘅時候，順便 rationalization 埋佢。咁 rationalize 佢之後咧，就變咗佢呢個啦。因為佢指定咗係要呢個答案啦，所以縱使咧，你其實你知道我哋可能即係如果冇指定答案，你寫呢個答案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指定咗個答案咧，就要砌翻個答案出嚟 ，show 埋個 step 出嚟，就係咁簡單。好，咁我哋就講完咗呢一條啦。咁我哋睇下一 part。各位同學，咁嗱，而家嚟到好快就嚟到第2013年 DSE M2 嘅第11條嘅C 嗰 part 啦。
咁 T C 嗰 part 咧，其實咧其實個 T formula 嚟嘅。咁即係都係唔講咁多嘢啦。咁就即係跟佢個步驟去做。咁其實如果你清楚嘅話咧，你可以有自己一套諗法去思考個問題嘅。咁嗱 ，let T 係等於 tangent phi 啊。咁證明 d phi 等於 dt。哇！呢啲咁就阿媽都識啦，係咪先？除非你未學過微積分 ，dt over d phi 咧就等於係secant square phi。好啦 ，secant square 咧就將佢要嗱，其實你可以通過呢個都係睇嗰個直角三角形去睇嘅，因為直角三角形咁個 phi 係個 angle， 咁呢個係 t 對邊係一，鄰邊係對邊係 t， 鄰邊係一。咁所以其實斜邊咧就一加 t square 嚟嘅，咁所以 secant 咧其實 over cosine 咧，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加 t square 嚟嘅。嗱，不過 anyway 嗱，咁我用條 identity 轉咗佢啦，即係費事畫個三角形啦。即係對我嚟講，如果畫個三角形，其實個 workload 就有啲即係多咗啲嘅，咁所以我就用咗呢個。嗱，咁再講一次，如果你用當直角三角形去睇佢嘅話咧，咁你都係得到同一個結果嘅。好，咁即係一加 t square。咁調翻轉咧，就會變咗係 d phi over dt 等於一 over 一加 t square。嗱，咁其實佢咁樣做攞嚟做咩咧？其實想轉個 d phi 啫，呢度即係將個 dt 乘翻過去，就變咗一 over 一加 t square， 咁就 dt。好啦，呢個變 t 啦。呢個 cosine square 咧就用翻呢個方法轉咯，即係 cosine square 就會一 over secant square。即係等於一加 t square， 咁轉翻曬佢，咁轉埋個 domain 啊，好，咁我寫埋個 cosine square theta 啦，即係一 over cosine square phi， 一 over secant square phi， 即係一 over 一加 t square。好，第二樣嘢轉 domain 啊 ，t 係零，phi 係零嘅時候，咁個 t 係零，寫翻曬呢啲嘢啦，phi 係零 ，t 係零，跟住咧就係、是。phi 係45度，個 t 就1。好，咁逐嚿轉咯，呢嚿轉咩？呢嚿轉咩？因為佢咩跟翻上面嗰啲照抄落去啫，所以轉到咁樣。好啦，咁啊跟住下一步其實就化簡佢嘅啫，其實。咁啊嗱，我將呢嚿嘢一加 t square 咧寫做開方一加 t square all square， 因為我想乘入去呢嚿嘢嗰度啊。好，咁乘咗啱啱好約咗一嚿嘅。上面通埋墳墓啊，咁約咗一嚿嘅時候咧，嗱你見到約咗一嚿啦，咁剩翻一個，咁個開方開曬成嚿噶，好，咁啱啱好就 t square 加三，呢個係一加 t square， 咁巧嘅呢嚿嘢係咪先？嗱，你其實好靚嘅呢嚿嘢係咪先？好啦，跟住再爆開佢之後就 exactly 啊，咁當然啦，你爭咗二分一嘅時候，爭咗二嘅時候，我平衡翻佢啫。就係正話啱啱好 B 嗰個答案嚟嘅 ，B 嗰、那、嗰、個、條題目嗰嚿嘢嚟嘅。咁呢嚿嘢 in 出嚟咧，我哋照抄翻落去就得噶啦，乘多二分一。咁我哋就搞掂咗呢一條啦。咁當然啦，你即係睇題目嘅時候，佢每一條有即係騰楞瓜瓜楞騰，咁你掌握到嘅方法咧，其實你就好快就做到一條噶啦。好，咁我哋睇下一條。各位同學，咁嗱，而家 present 嘅係2013年 DSE M2 嘅第12條啊。咁我呢度都幾長嘅呢條，即係 wage change 啊、maximum minimum 啊、differentiation 嗰啲嘢嚟嘅。咁就因為好長，咁所以我就分兩段做。第一段咧就係 A， 第二段係 B。咁其實咧，你當然我做過，可以咁樣好有信心咁講啦。就其實係。較為難嘅，咁第二樣嘢咧係嗰兩 part 其實都係較為 independent 嘅，即係冇乜關係嘅，咁你分開嚟做都得嘅。好嗱，咁我哋而家睇 A 先啦，咁或者好快咁睇睇條題目先啦。咁佢話 in the figure 三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houses A 同 B， 即係呢兩個 house 啊，咁就佢喺個河邊嗰度40米嗱，咁啊 mark 咗俾你睇40米噶啦，兩幅圖都係啊，咁因為佢兩幅圖係對應緊佢一陣。不同的 part 的講嘢方法啫。好啦，個河嘅 the width of the river is always 30米，即係個河邊個闊度就30米。咁響開始 ，in the beginning, my stands on the starting point P 就啱啱好 opposite bank, which is 30米 from A， 即係啱好 A 嗰個對岸啦，30米。咁啊，Mike's wife
situate at point A， 即係喺個 point A 嗰度 ，is watching him running along the bank for x meter， 即係喺呢度跑，係咁跑，狂跑，跑跑跑跑咗 x 咁多米。咁佢嘅速度咧係七 meter per second， 都幾快嘅七 meter per second。咁跟住咧就去到 point Q， 咁然之後咧阿咪話唔得，我要跳落水游，咁游水梗係冇咁快啦，就每秒鐘11.4米，都好快啊，每秒鐘1.4米。好啦，咁佢就跟住就游過去嗰、那個去到 B 嗰點有咁多。咁 A 嗰度嗱，我哋落去先睇啦。咁嗱，呢度我講講啲嘢先。咁如果七 meter per second 咧，即係呢個 dx over dt 咧就等於七。嗱，呢啲我哋即係要有呢啲 concept 先。呢、這個 qb 係個速度，喺佢呢段嘅速度係 1.4， 即係 dqb over d。如果嗱、那個 q 可能 fix 咗啦，但係如果你呢度好似 m 咁樣，如果呢度有個距離嘅，即係 mb dmb over dt 就會 1.4， 即係我哋有呢啲咁嘅 concept 去睇個問題。好啦，咁我跳落去下一版，我哋睇睇第一條問題講咩先。咁我將幅圖即係 cut 咗出嚟，畫埋靚啲啦。咁一模一樣啫，我哋睇題目。Let t second be the mile be the time that mile travel from p to to 即係沿住去到 B， 叫你 express t in terms of x， 跟住咧 what is the minimum t？ 咁 minimum t 咪即係我睇落去都係 d 鬼咗佢，跟住就 set 畫個表啦，咁嗰啲啦 ，satisfy 個 equation 哦，咁即係其實可能就係佢砌完之後就呢條式嚟嘅，即係砌完 solve 個 x 嗰個過程裏面就 solve 到呢條式，即係跟住就。再 hands 嗰啲再睇啦，嗱咁我哋睇睇個 t 點樣做先啦。t 嘅話咧，即係呢段路嘅長速度嚟嘅，唔係時間嚟嘅，時間嚟嘅。咁時間咧就係、是、距離除以速度，咁所以係 pq 除以七。嗱個速度係七啊 ，qb 個速度係 1.4 啊。好啦，咁 pq 個長度 x， 咁呢個長度點計咧？嗱我哋觀察下咯，呢個長點計咧？嗱，咁我哋睇睇啦，呢個位其實係40 × x， 我拉條線落嚟，我有少歪咗少少位，其實條線應該係啱好咁直角三角嚟嘅。呢個係30，呢個係40 × x， 咁用 Pythagoras Theorem 咪計到個 QB 咯，32次加40 × x 嘅二次，1.4即係5/7啦，我變翻做份數易睇啲嘅啫。好，然之後下一步咧。就爆開佢，化翻簡佢啦，至少都係咪先？你即係呢啲標準動作啦，即係等於咁向後翻騰2.5周，轉體3周，落地企穩，咁標準動作就企穩啦，係咪先？好，好啦，咁 t 係呢個啦，咁啊搞掂咯喎。嗱，咁 when t is minimum， so t satisfy the equation of 呢個啊，咁所以我哋就將個 t 個 function 咧 d 咗佢先，嗱寫翻 t 個 function 先 ，d 佢 d 佢 respect to x。個七分一可以抽出嚟，呢、這個 d 一，咁 d 呢嚿變咗一 over 開方呢嚿嘢，咁再乘多2x 上面2x 減80啊，咁樣，咁然之後咧嗱，佢 minimum 嘅時候咧，佢 necessary condition 係等於零啊，佢 dt over dx， when t 係 minimum 嘅時候，個 necessary condition of dt over dx 係 equal to zero 嘅。好，我哋下一張，咁所以嗱，呢、這個 dt over dx 係 equal to zero 啦。咁正話嗰個我照抄翻嘅啫。同埋咧，其實佢個答案咧都好明顯㗎，即係會話翻俾你聽係正話嗰嚿嘢嚟嘅，即係佢嗰啲 equation 嚟嘅。好，咁啊乘過去咯。咁我呢度即係啲先後次序有少少混亂啫。即係 when t 係 minimum dt over dt dx 係等於零咁樣。好，七分一抌走佢，負一抌過去。咁抌過去，再將分母乘過去，就呢度係啦。嗱，個二點解冇咗咧？因為約咗 x 減2x 減80，咁即係 x 減40。因為我咁樣做嘅原因，我一定要二次方就方便我，唔使搞咁大撇數嘅啫。好，將兩邊一齊二次方，呢、這個係25啦 ，x square 80×5就200 x。然之後就400，
呢个嚟嘅，应该呢面嚟噶。啊，呢面就照照写啦，呢面照写。好，咁然之后咧，就会变到佢呢个答案啦，就系、是、咁样。好嗱，咁跟住我哋即系搞掂咗咯。搞定了之后呢，就梳返佢个 X 出嚟，就係、是、即係跟住畫个表。咁梳乎 X 有两个，一个係呢、這个大约 33.3 啦，另外一个就呢、這个。当然我 skip 咗 個,、个步骤啦。好，咁呢个呢、我哋睇返幅图先啦。幅图呢、其实如果佢咁样行嘅话呢，咁呢個 X 呢就應該係細過40嘅，咁所以40減 do 就 make sense 嘅。但係40加 do 呢，咁即係佢咁樣行咗跟住再游返轉頭，咁其實唔 make sense 嘅喎，咁樣即係咁樣即係行跑過咗龍跟住再游返，咁佢呢個肯定唔會 minimum 㗎啦，即係個睇圖去知㗎。咁呢個所謂 reject 咗呢個先。好啦，跟住畫 graph 去睇。我分返開啊，即係我特登用嗰個數字去做啊，但係實際計數呢就 33.9 嘅時候呢就33代0至 33.9 就代 33, 大個 33.9 呢就代35啦 ,35。咁就會得到呢代呢個 DT, 即係呢個 DT over DX 嗰個 function 啊。咁呢啲全部都係要你自己即係撳機 check 數㗎啦，呢個係 negative, 跟住0。呢、这個 positive 嘅，咁所以佢由負去正嘅，負去正即係代表係負去正即係代表係 minimum 啦，冇錯 minimum 啦，我特登即係停頓咗一下，我等你去諗啊。咁minimum 嘅時候咧，咁即係 when t x 係呢個數，咁 t 就 minimum 啦。嗱，但係佢要揾係揾 QB 個長度啊，即係揾呢個長度啊。咁所以嗱，我寫翻個 t 個 function 先 ，when t minimum 啦 ，x 係等於呢、這個，咁、那個 qb 係呢個嚟嘅，30嘅二次加40減 x 嘅二次，濕落去，成撇數濕翻落啫，啱40冇 q 咗喎，即係咪先？變咗呢個由二次方，咁就變咗150/4呢個啊，剩翻呢個二次方啫，呢個900開方就變咗呢、這個，化翻揀佢25開方6/2。咁嗱，呢度第一 part， 嗱第一 part 好長啊，都其實第二 part 都可能會好長嘅。咁好啦，咁嗱呢度搞掂咗一嚿咯，咁我哋睇下一 part 啦。各位同學，咁嗱，而家嚟到2013年 DSE M2 嘅第12條啊。咁第12條嘅 A part 講完啦，咁我哋而家睇 B part 啦。B part 咧，佢就睇呢幅圖嘅，佢話 In the figure, four mice is swimming from Q。to B, with QB equal to the value mentioned in A2, 即係呢個等於呢個長度嗰個啊。咁 let 呢個 angle MBA 就 MAB 係 alpha， 呢個變緊㗎。如果呢個佢沿住有咧，就變緊嘅呢個 change 嘅，即係會個 alpha depends on 呢個距離㗎啦。Angle ABM 就係 beta 啦 ，beta 就唔喐嘅，因為佢都係向住呢個方向有嘅啫。咁 where m is mentioned is the position of Mike by finding sin beta cosine beta so m b 等于呢嚿嘢，然之后咧 b 就 find the rate change of alpha when alpha 0.2 个 radian。咁留意啊，呢度个 change 咧 m b a 咧，即系 b a 嗰、那个b m b 嗰个 rate change 咧就 1.4 啊，一阵我哋要用嘅。好，咁我哋而家落去即系开始列式出嚟睇一条式点样列啦，即系证明呢嚿嘢啊 m b。我將個圖放大咗佢嘅啫，其實咁啲字都大啲，咁等你靚啲睇得清楚啲。咁嗱、留意如果 sin beta 就應該我會睇就睇呢個直角三角形咯。因為如果你諗下啦，如果我咁樣 sin 呢個 over sin 呢個，咁跟住呢個 over sin alpha 又唔知嘅，咁、那個 alpha 本身就係走唔甩嘅，咁所以我哋暫時唔用住呢、這個長度，我哋有嘅。呢、這個斜度我哋都有嘅，所以其實。就咁樣做嘅啫嗱，呢個係30啊，呢個係25開方6/2，正話計出嚟嘅，咁所以 sin beta 就應該係30/5呢嚿嘢，等於2開方5
over 落二開方落 over 五，咁然之後咧嗱，我哋睇埋呢個就揾到 cos beta 噶啦，呢、这個咁 cos beta 呢個長度幾多？呢、这個四十，咁呢度我哋剛才都計咗出嚟嘅，就是、個 x 嚟嘅啫。咁啊 x 嘅話，我哋嗱咁我哋 recall 翻你個 x 先，就係四十減五開方乘開方落 over 二，咁所以呢嚿嘢其實即係將四十減翻呢個即係五開方落 over 二嘅啫。四十減呢嚿除以翻呢個就 cos beta， 咁五分一嚟嘅呢個。好啦，嗱，搞掂曬呢啲嘢嘅時候咧，咁我哋而家要揾個 MB 啊。咁 MB 就似乎就冇得選擇嘅，因為一定係呢個三角形噶啦，因為佢 MB intern alpha 啊，係咪？咁所以 MB over sin alpha 就等於一係就 AM over sin beta， 但好可惜 AM 我哋冇長度，但我哋有 AB 有長度四十。咁呢個角咧，亦都可以間接揾得到嘅，因為一百八十減翻呢兩個啫。所以我哋決定咧就用 MB over sin alpha over 等於四十 over sin 呢只一百八十減 alpha 減 beta。MB over sin alpha 等於 AB over sin pi， 因為我哋用緊個radian 噶，咁所以用翻 pi 減 alpha 加 beta。咁我點解要括住佢咧？因為其實我想用 sin 一百八十減一個 theta 咧，即係減一個角等於翻 sin theta 嘅。咁呢啲即係 basic properties 嚟噶啦。咁 AB 就代四百四十。好，咁嗱，如果根據佢嗰條式去做咧，其實要拆開呢、這個，因為你冇得唔拆開噶啦。佢個 alpha 喺呢度嘅時候，嗱，不過調翻轉講啊，如果我哋即係當然佢咁樣問我哋就咁樣答啦。但係如果 B part 其實你用呢條式乘咗過去 D， 佢都得㗎，即係都做到嘅。好，咁我哋即係呢個係即係。提我話嚟嘅啫，好啦，嗱咁啊將 size alpha 乘翻過去，咁跟住拆 size alpha 加 beta， 咁就 size cos 加 cos size 嚟嘅，拆開咗。咁留意我哋個 cos beta 同埋 size beta 咧係有分別呢兩個數字嚟噶，呢兩個數字收落去。好啦，一個五分一呢、這個，呢、這個二二開方六 over 五。咁嗱，我哋將個五咧同樣嘅乘數變咗二百。咁但係佢要變 tangent 喎，變 tangent 就最好就呢度上面抽 cos， 下面又抽 cos。嗱呢啲係即係標準嘅方法嚟㗎啦，抽一啲嘢出嚟。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我將五乘咗過去，將下面抽 cos 出嚟。咁因為上面抽 cos 唔使㗎啦，因為你將呢個搬上去一樣嘅啫。咁我就唔使即係做多樣嘢。好，嗱抽咗個 cos 之後，呢、這個變咗 sin cos， 呢個 sin cos。五分一啊！呢啲全部啲數字五分一可以擺喺上去變二百噶啦。好，咁呢個就冇咗，所以剩翻二開方落。咁呢嚿係 tangent， 跟住呢一嚿，楞呢一嚿又係 tangent， 啱啱好就係佢個答案啦。咁誒，喺個底個位嗱，即係希望各位同學都睇得明啊。咁好啦，嗱，咁我哋講第二部分啦。第二部分 find a way change of alpha when alpha 零點二個 radian correct to 四個 decimal place。咁其實即係揾嗱。因為我哋 way 就 change 咗 alpha 啊嘛，揾咁但系 MB 嗰個 way 就 change 咗冇咧，即係阿 Mike 佢游水嗰個速度啊嘛，一點四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將呢條式 MB 嗰條式咧 defend 即係呢條 differentiate with respect to time 就得噶啦。好啦，我哋向下一張 slide 做啊。嗱 MB 嗰條式我照寫翻出嚟。好啦，咁我哋 D 佢啦 ，D MB over DT。咁呢度用個 cosine rule 下 D 上二百抽出嚟啊，二百抽出嚟下 D 上減上 D 下，下 D 上 D 個 tangent 變 secant square。咁你有個 chain rule D alpha over DT 嘅，不過一定要掹曬出嚟啊。好啦，再減下上 D 下，上 D 下就係 secant square D alpha over DT， 再 over 下面二次，抽咗個 D alpha over DT 出嚟。其實呢個 d alpha dt 係喺呢度同喺呢度嘅，不過就一次過抽曬出嚟啦。好，咁開始代數噶啦，可以其實可以抽啲嘢出嚟做一做嘅 simplify 先。呢個抽咗出嚟啦 ，tangent 減咗啦，剩翻二乘二開方六，即係四百開方六 secant square alpha over 下面嗰個二次方乘 d alpha over dt。要揾就揾呢嚿 alpha 零點二，係 gradient 嚟㗎，呢個係一點四。所以 1.4 等於代 0.2 落去，撳機全部都是撳機搞定。不過提一提各位同學，呢個係代 radian 㗎，用 radian mode 嗰個啊。好，咁計咗出嚟咧就負 0.0357 radian per second， 就係咁樣。好啊，多謝各位同學嚇，咁我哋繼續睇下一條啦。
各位同學，咁而家係嚟到2013年 DSE M2 嘅第十三條啊。咁第十三條係一條 matrix 嘅問題。咁其實佢都楞咗啲 system linear equation 嘅 concept 落去嘅，即係要做嘅。咁嗰段問題其實即係呢條都可以視之為典型嘅題目，因為其實講 DSE 裡面咧，我冇記錯，好似都出過兩三次嘅啦，仲同樣嘅款啦。咁呢啲有啲學名嘅，即係如果一個 matrix 乘一個 vector 等於一個 lambda 乘一個 vector 咧，即係呢個款啦，就叫 eigenvector 啦，即係 eigenvalue 呢個呢支就叫 eigenvector。咁不過當然呢度完全唔會提呢啲咁嘅 terms 嗰個特性嘅啦，就係、是。純粹即係叫你計啲數啫。好啦，咁我哋分開三部分做啊 ，A、B、C。咁我而家 present 咗 A 先。咁好啦，M、A、B。M 係 A、B、C、D 一個 matrix 任意 matrix define TR M、A。其實呢個 TR 即係 trace 啊 ，trace 咁你可以譯之為即炮台。炮台即係其實個 sum of 嗰個炮台咁意思，就係嗰個 major principle 打近路，即係或者個 principle 打近路嘅 sum。Square matrix 都是这样搞的了，不过这里它还二乘二，即是 A 加 D 啊。咁 AB 是二乘二 matrix such that BA B inverse 等于一个打紧的 matrix 咁样。好啦，嗱 A 一咁又翻for all matrix n 叫你证明trace of MTR 括弧 MN 等于 TR NN， 即那個調轉了它的 trace 是一樣 ，TR 一樣啦。咁證明再證明呢個嘅 TR 咧 ，A 嗰個 TR 咧係等於四，跟住叫你揾個 determinant A。哦，呢啲即係都係標準題目嚟噶啦。我哋做咗呢 part 先啊。好，第一樣嘢我哋點樣揾佢個 MN 同 MN 嗰個 TR 咧？咁其實都係照爆嘅啫。嗱，呢啲即係乘開佢咁樣乘，咁樣即係變咗四格。好啦，咁個 TR 其實呢幾嚿嘢加埋啫 ，AE 加 BG 加 EF 加 DH， 即係呢個。好啦，另外 MN 係咁啦 ，Lice Mada 咧 ，Lice Mada 就調轉成咯，調轉成就呢個乘呢、這個，即係 AE 加 FC， 跟住另外一個就係、是、啊。寫埋俾你睇啦，其實佢係一樣嘅 ，A E E A B G 喺呢度 ，B G 喺呢度 ，F C 喺呢度，唔係 K F C 啊，係 F C 啊，咁 D H 喺呢度，咁加埋曬佢一樣噶啦，咁當然啲位置調轉咗啦，調轉咗唔緊要，咁所以兩個 trace 係一樣噶啦 ，trace of T R of M N 等於 T R of N M 啊，咁我用 T R 講啦，因為有時講下講慣咗 trace 啊，唔係女仔個名啊，係即係。佢嗰個指緊佢呢嚿嗰個即係個特偏 major principle 打近路嘅心啊。好，咁好啦，咁而家要揾咧係 trace TR of A 嗱，其實個 A 嗰個 matrix 我哋完全冇嘅，咁得呢嚿嘢喺度嘅啫。咁點算咧？咁我哋就唯一咧就計呢嚿嘢嘅 TR 啦。嗱，左面嘅 TR 照寫，右面嘅 TR 係幾多咧？一加三係四嚟嘅。好啦，咁留意喎，嗱，佢呢度咧，A 一嗰度咧就話 AMN 嘅 TR 等於 NMN TR， 即係 commute 到嘅 ，commute 到我點 com 咧？將呢個嘢BA 當一個 item， 咁呢個嘢 com 過去咧，咁樣調轉佢，唔好意思啊，應該係咁樣，一樣嘅一樣嘅，即係純粹我因為我唔。記得咗我用邊個版本啫？當呢度一嚿嘢 ，A B inverse 係一撇嘢，跟住呢個嘢 B 咧就調同佢調，咁就調到出嚟呢、這個。咁嗱，點調你都係一樣噶啦，但係講緊係呢嚿嘢調啊，就唔可以個 B inverse 咧就亂咁調啊，因為呢度有次序噶，係兩嚿嘢嚟睇嚟調嘅咋。好啦 ，A 跟住 B inverse B， 咁呢個係 I 嚟嘅，咁 A I 即係 A 啦。咁所以 trace of A 係四咁樣嚟嘅。嗱 ，determinant A 都係類似咁嘅嘢，但唔係用調位啦，唔係用調位係。嗱 ，determinant 咧就係、是、呢、這個嗱呢、這個 matrix 我一齊 take 佢 determinant。咁 determinant 咧就呢個 determinant 就係三啦。咁但係呢個 determinant 因為三嚿 determinant 我就可以逐嚿 D 呢嚿 D 加呢乘呢嚿 D 加乘呢嚿 D。咁 B inverse determinant 咧其實即係一 over B 嘅 determinant。咁樣，咁呢兩嚿就可以約咗㗎喇。呢兩嚿約咗㗎喇。約咗之後呢，
哦，冇咗喎，咁即系 A 嘅 determinant 就系三啦。嗱，咁就搞掂咗啦，系咪好短啊？呢、這个即系六分其实好好攞啊。唯一就系呢度你要够胆去写成佢出嚟，但系即系呢个喺当时嚟讲咧，一三年咧都系好，即系佢哋未见过呢个 TR 嗰个 term 啊。咁當然啦，我又唔係讚啦 K 料嗰啲 looks 啊，你睇翻 K 料嗰啲 looks 咧，其實一早已經有呢啲 term 上到噶啦，即係等你知道咗，如果到時咧你一出現啲新 term 點算啊？咁即係揀唔怕，唔使怕啦，不要怕，只要做嘛。因為 K 料常與你同在噶嘛，係咪先？好，嗱，我哋繼續睇落去嚇。各位同學，咁嗱，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CM Two 嘅第13條嘅 boy， 嗱 ，boy 咧就係、是。即係用 system linear equation 嘅 concept 去 solve 一啲 problem 啊，咁啊俾咗一個 C PQRS 嘅 matrix 你 ，C 係 PQRS， 咁佢 given 咧 C 跟住乘一個 xy 打洞嘅 matrix 二乘一嘅，等於 lambda 一 ，lambda 係 constant 嚟㗎 ，scalar 嚟嘅，就乘 xy， 咁 C 你有另外一個都係會lambda 二嘅，咁嗱 for some non-zero matrix xy 啊 ，non-zero xy 啊，好啦，咁佢话lambda one lambda two 系 distinct 嘅，两个唔同嘅数嚟嘅 ，scalar 嚟嘅，佢咧 proof 呢件事，呢两件事成立，咁跟住 B 又 proof 咧 lambda 一 lambda 二系 roots of linear equation， 好啦，咁其实全部成条题目都充满咗分析嘅嘢啊，咁啊嗱，咁我哋分析前咧，我哋不如就将个 C 咧。就 mark 翻出嚟先 ，C 系 mark 翻呢个 matrix 先，睇佢咩葫芦卖咩药先啊。咁啊 ，C 变咗呢个 PQRS， 咁啊乘开佢呢个 PX 加 QR 等于 lambda 一 x，RX 乘 SY 等于 lambda 一 y。咁两条式，两个未知数。好啦，嗱，咁呢條式呢、這個 system linear equation 其實叫 homogeneous system 啊。咁啊，當然啊，我知道即係各位同學嗰本 textbook 其實都冇提呢啲 terms 嘅。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嗱，我哋用翻啲最 fundamental、最 basic 嘅方法去解解點解呢嚿嘢發生咩事喎。首先第一樣嘢先，我唔理咩事 ，x y 係零嘅時候都係一個屬順嚟嘅。OK， 好啦，嗱，即係佢呢條式一定有屬順噶啦 ，x y。是等于零的时候它一定是属順有属順的。所以这条式不用担心它没有属順它一定有属順。那现在它现在再讲多一件事它说这个东西是 satisfy 到的 for some non-zero matrix。即是它有 non-zero matrix。那即是它除了 xy0 是等于零的那组属順之外还有一些 non-zero matrix。non-zero 的属順。咁即係咩意思啊？咁即係佢有 infinite many 屬順，即係佢有 infinite many 屬順。嗱，講多次，除咗 x y 係等於零嗰組屬順之外，佢仲有一啲 non-zero 嘅屬順。呢個係佢 given 嘅 non-zero 屬順嘅話，咁即係佢個 determinant 一定係等於零。determinant 就係呢、這個。咁我哋證明咗啦。嗱，一開始我哋講係充滿咗分析嘅嘢。冇錯，真係分析嘅嘢。好啦，另外一條咧，呢條點做咧？即係拜個 symmetry 嘅啫，照做嘅啫，只不過將 lambda 一同 lambda 二調轉咗嘅啫。similarly， 所以我用 similarly 啦。你考試都可以做啊，即係可以寫呢個嘢嘅，咁就得到呢條式。好啦，嗱咁我哋 A B 一做完啦。好啦 ，B 二係點咧？佢叫你 prove lambda 一 lambda 二 roots of the equation of 呢條式。咁點樣搞咧？TRC 係講緊 P 加 S 啊。兩棟 C 即係 determinant 啊，即係 PS 減 QR 啊。好啦，嗱，你發覺如果我哋將呢嚿嘢，哇，原來呢度打錯咗噶。啊，不過唔理佢啦，呢度打錯咗 lambda 一嚟噶。嗱，你發覺咧 lambda 一係可以 satisfy 到呢條 equation，lambda 二係可以 satisfy 呢條 equation， 係咪啊？咁即係話其實呢條 equation 係 degree 幾多呢？如果你將佢變 lambda 1同 lambda 2都變咗 lambda 嚟講嘅話呢 ,degree 2㗎喎。我頂。因為你呢個乘呢個係得個有兩 lambda square 出嚟㗎嘛。所以我哋得到一個啦。lambda 1 lambda 2係 roots of the equation of 呢個。因為 lambda 1代係等於 0,lambda 2代係等於 0, 即係根據 A1 嗰、那個 B1 嗰度講嘅嘢。咁但係呢兩嚿嘢
乘埋就 log degree two 呢個嘢 constant， 咁即係呢條係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啊唔係係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咁 quadratic equation 嘅話咧，咦揾到兩個 roots 喎，咁所以我哋嗱 lambda 一 lambda 二係呢條式嘅 roots， 咁換言之即係都係呢條式嘅 roots 啦，我爆開佢啫，爆散咗佢 lambda square 呢個 p 一 p 加 s 乘 lambda， 咦 p 加 s 咪即係 trace 咯，即係 trc 咯。这个呢就 PS-QR 不就 determinant 我试咯，所以即刻搞定了，你就可以 很轻松吃碗面了。那我们搞定了这条咯，那这part呢其实这条整条都是充满了分析的问题，充满了你对 system linear equation 的分析的问题、的方法、那这里你希望你各位学到东西了。好了，那我们看下一part。各位同學，咁嗱，而家嚟到2013年 DSE M2 嘅第13條嘅 C 嗰 part， 最尾嗰 part 啦，最尾嗰兩分啫。其實即係我有諗過係咪將佢擺落去之前嗰 part 嗰個 presentation， 但係雖最後我都係即係獨立開咗嚟一個即係一條片啦。嗱，佢話 find two value of lambda such that A 係一個 matrix 係二乘二噶，正剛才我哋正話有睇過啊 B inverse 等於一個大根都尾除103嗰個噶，咁就同埋個 A 嗰個 trace 係四噶，咁 A 跟住 x y 等於 lambda x y， 咁啊 for some non-zero matrix x y， 好啦，咁嗱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咁樣睇個問題嘅時候咧，即係呢條式裡面敗嗰個 B 嗰個結果咧，其實呢條式就有 non-zero solution。non-zero solution 即係佢個 determinant 等於零，咁即係個 lambda 咧，其實應該係佢揾兩個 lambda 出嚟㗎。咁嗱，呢條 system linear equation 有 some non-zero solution， 即係有 infinite solution， 即係 determinant 等於零。determinant 等於零嘅話，咁我哋喺 B 嗰度計到個，即係攞到嗰條式咧，就 lambda 咧就有兩個數嘅，佢會 satisfy 某條 equation 嘅。嗰條 equation 係點咧？就係 lambda square 減 TRA 乘 lambda 再加 determinant of A， 嗱呢個係敗個 B 二嗰個結果出嚟嘅，咁你可以 trace 翻，係咪即係可以睇翻上面嗰 part， 唔係又重複咗 trace， 即係同一個字嚟噶，同一個意思嚟嘅，不過就我講緊唔同嘅 terms 啊，咁即係話呢個 lambda 就可以 satisfy 呢條 quadratic equation 啦。咁我哋直接解呢條 quadratic equation 就得噶。嗱咁我哋喺個 A 嗰度計到呢個係四，呢個係三嚟嘅。即係睇翻呢個好啦，咁、那個 lambda 所以就一外二，咁兩分就咁樣攞出嚟噶。咁啊嗱，呢度我講多兩句啦，因為其實你通過呢個樣嘢可以揾埋個 lambda x y 嘅。咁有我記得 DSE 有一年都係要你揾翻 x y 噶。你可以將 lambda 塞翻落呢度，個一同三塞翻落去。咁當然 suppose 我有 A 嗰個 matrix 嘅 detail 嘢啦。如果冇嘅話，咁即係冇得搞，即係難搞啲啦。咁跟住咧，你要都可以計到，因為有個 A 係等於B inverse B 乘 A 再乘 B inverse 等於一嗰個打緊1030，嗰個都可以做到嘅，就只要乘過去個，即係將呢個嘢演變咗佢就得㗎。好，不過當然我哋冇 B 嗰個 matrix 個 detail 啊，咁又係麻煩嘅，真係好。咁即係其實都係得個講字嘅啫。但係嗱 ，suppose 如果有 A 嗰個 detail 咧，我哋其實可以揾到個 x y 嗰個。嗰兩支即係嗰支 vector 係幾多嘅？對應個 lambda 嚟講，咁呢個 lambda 咧就叫 eigen value 啊。如果你再 solve 翻個 x y 咧，就叫 eigen vector。咁喺呢度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額外知識俾各位同學聽下嘅啫。好嗱，咁呢度我講完啦，咁我哋睇下一條啊。各位同學，咁嗱，我哋而家好快脆嚟到2013年 DSE M2 嘅第14條啊，最尾一條啦。咁啊，呢條係 matrix 啊，咁呢條其實即係代數符號吹水題啊，代數符號吹水題。咁點解咁講咧？咁我哋即係落去睇啦，一睇到哇咁 Q 多文字嘅，即係有 vector 呢樣老樣。咁嗱，我哋睇下點樣去搞佢先啊。In figures, figure 5 shows a fixed tetrahedron. Tetrahedron 即係四面體啦，四塊面啊。你希望各位同學睇到個立體感覺啊。AOB、BOC、COA 係90度啦，佢 mark 曬呢啲90度啦。咁即係話咧呢支 vector 啦，如果你對應翻OA 係 A，OB 係 B，OC 係 C， 咁即係話咧呢三支係 mutually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嘅。
呢三支係互相垂直㗎，咁即係如果喺個 3D 嗰度，即係撐起嗰個 3D 㗎啦。咁 OP 係嗰點係突咗出嚟啦，我唔知點樣嗰點係點樣，但係個 OP 係突咗出嚟喺度。咁同埋個 OD 咧就 define 做 OA 加 OB 加 OC 除以三。咁其實呢個係形心嚟嘅。咁但係呢條就唔需要理佢係形係咪形心嗰個 concept 㗎啦。即係我即係當然啦，我講即係我如果我哋用我而家 present 嗰個方法去睇佢啊。呢度用嘅嘢即係喺一 part 嗰個用嘅啫，咁跟住 OP 係 P， OD 係 D， 嗱 D 佢冇 show 出嚟喺邊個位啊？好，咁而家叫你 show， 嗱我哋做我都係分開兩 part 做啊 ，A 跟住再 B， 咁啊而家做咗 A 先啊，好嗱咁啊 show 咗A 一 A 二嗰兩條題目俾你先，咁要你 show AP dot PD 啊等於呢個。咁其實都係好直接嘅啫。仲有一個呢度我未講呢個 property 先 ，A P dot B P dot 加 B P dot C P 加 C P dot A P 等於零啊。呢、這個好嗱，咁我哋不過你睇落去都睇到呢，即係攞呢嚿嘢出嚟啫。A P dot B P A P dot B P 咁 A P 嗱，我畫攞翻曬 A B C O A O B O C O P O D， 哇頂，講到我都口水都乾埋。即係攞翻曬出嚟先，咁就跟住如果 AP dot PB 係咩咧 ？AP 即係 P 減 A，BP 即係 P 減 B， 好多落去咁樣多落去，一嚿嚿咁多落去，咁有四嚿出嚟嘅AB A dot B 係零咗，因為佢互相垂直㗎，呢個零咗，呢個抽個 P 出嚟，咁就變咗減。这个 P dot P 啦，这个就减 A 加 B dot P， 哦，证明了这个了。好，第二样嘢要你证明个 P dot P 是等于呢皮嘢。嗱，如果咁样睇咧，就你可能你唔知道有咩方向做啊，但系佢而家有少少提示 ，using A 一，咁 A 一做咗啲咩啊？做咗呢、这个，咁呢个系咩嚟嘅咧 ？A P dot P B， 哦，就系、是、呢部分嚟嘅。咁即係話其實可能我計返呢計埋呢兩部分就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提示俾我哋啦，所以我哋計埋 PB.CP 同埋 CP.AP 好啦，咁 BP.CP 係咩呢？呢個 P-B.P-C 咁都係照多入去啊，照多入去應該我會都係寫返呢個 pattern 出嚟㗎啦，因為正常都係咁樣即係運算嘅，咁 B.C 係零咗啊，这个抽个 P 出来，所以变这个。其实你可以做个结论的啦，就是这个 CP.AP， 因为个 pattern 呢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不搜个 step 出来，但你可能估计到它的 pattern 呢就 P.P 等减 C 加 A.P 这样的。好啦，有三支 vector 在这里怎样呢？因为这三个东西加上是零的，它 given 这个 condition 是这样的。咁所以我咪濕落去咯，即係嗱呢個濕呢嚿，呢個濕呢嚿，呢個濕呢嚿，一二三等於零。咁嗱，似似地啦，呢個似似地啦，因為其實你有三個 P 多 P 就擺埋佢一齊，另外啲全部搬曬過對面。但系搬个对面前咧，我又睇一睇个 P 又可以抽出嚟，跟住咧有一个 A， 一个 A 两个 A， 一个 B 两个 B， 一个 C 两个 C， 全部有两个 C， 咁所以我哋可以咁样做，系嘛？抽个二出嚟，负二啦，变咗 A 加 B 加 C dot P 啦，就呢个三乘以 P dot P 减呢嚿嘢等于零啦。咁去到呢度嗱，咁同呢嚿嘢有咩关联呢？咁唯一嘅唔同，即係呢度啲數字唔好理佢啦，但係唯一就多咗個 D 啫。咁個 D 呢喺邊度搵返啲嘢呢？眾裏尋他千百度，默然回首呢、這個。嗱、呢、這個即係可以睇成 D 係等於 A 加 B 加 C 除以三，調返過去即係 A 加 B 加 C 等於 3D。哦，呢、這個等於 3D 嚟嘅。呢、這個等於 3D， 係咪？咁 3D 你除咗个三除以三之后将佢唔係个 P 唔好约唔到嘅 dot 就数字先约得到㗎，即係咁就笑死人㗎啦。好啦，咁将佢调返过去，咁就 P dot P 等于二乘以 P dot D。
咁我證明咗呢條啦。哇！即係原來都係一啲即係去證明嘅題目，佢啲方法嚟嘅啫。咁呢度我即係好詳細講咗俾你聽嘅時候，各位同學咁有疑問可以響留言嗰度問啊。咁我唔係攞嚟表演自己㗎，我係攞嚟去教導大家，去令到自己大家攞到個正確答案啊。好啦，我哋講埋 A3 啊。A3 咧佢叫你 show 咧P 減 D 嗰個 magnitude 等於 D 嘅 magnitude。嗱咁做呢啲問題其實都係標準嘅，因為你如果你 dot 你長度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冇啲 detail 嘢，我點揾個長度啫？係咪先？又冇即係其他嘢去做。咁所以我哋其實會一定化翻佢做P 二次再開方咁樣做，即係而家呢度唔使開方啦，因為兩邊一齊做啊嘛。所以兩邊一齊。即係我哋 consider 就二次方，二次方因為其實二次方有咩好處呢？即係演變到多啦。嗱，你見到呢點，我永遠我都唔會寫漏咗㗎，唔係話你誤會咗我意思就大鑊㗎啦。好啦，呢個多入去，逐個多入去。嗱，多到呢個 P dot P 減兩個 P dot D 再加 D dot D。咁剛才咧你應該有睇到呢嚿嘢其實零P dot P 係等於兩個 P dot D 嘅，所以呢嚿嘢係零咗嘅。即係我攞翻出嚟俾你睇啊。嗱，擺呢個星星嗰度，星嗰度唔係星星啊。咁即係呢個係 D dot D 啦。咁即係再在兩邊開翻方，咁就即係 P 減 D 嘅 magnitude 等於 D 嘅 magnitude 啦。嗱，咁我哋開始演繹佢嗰個意思咯。因為其實你 hand so that P lies on the sphere 即係個球體。center at D， 咁 D 我點會 mark 出嚟啦？嗱，一陣我畫個 circle 出嚟。嗱，你發覺呢度咧演嘢成點咧？即係 P 減 D 嘅 magnitude， 即係 P 同 D 嘅長度。如果你嗱呢度我即係我做漏咗 animation 啦，即係呢度其實有點 P 啦。咁我如果你畫個D 嘅意思，即係 OD 嘅長度係一樣啊，兩個。好啦，嗱，我畫個圖形先啦。PD 即係呢個長度。呢點我哋叫 D 啦，即係呢個長度一樣。咁但係亦都等於 OD 喎。咁佢唯一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如果你同 P 個點同個 D 個點等於 O 個點同個 D 個點嘅話咧，咁即係 P 同 D 咧應該係喺同一個。如果因為佢唔係喺同一塊平面上面，佢係喺個立體上面噶嘛。咁即係佢喺個 sphere 上面嘅嗰兩點嚟噶啦，冇得解釋噶啦，即係一定係要係會咁樣噶啦。咁呢個係半徑，呢個半徑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句搞掂啦，所以個 distance between PD distance of PD is equal to distance of OD， 咁佢係一個 constant 嚟嘅 constant， 因為 OD 個長度係 constant 嚟㗎啊，咁所以其實咧佢一定係個半徑啦，個 centre 咧係 O， centre 係 D，centre 係 D 啦。就係、是、咁樣嗱，咁我哋第一 part 講完啊，第二 part 咧仲精彩，因為好短好短，但係就需要你一個好深刻嘅 knowledge 去解釋先得啊。咁嗱，我哋而家即係期待下一 part 嘅來臨啊。咁好啦，我哋睇下一 part。各位同學，嗱咁我哋而家嚟到2013年 DSC M2 嘅最尾一條，咁啊最尾一條係講。最尾一 part 啦 ，B 嗰 part， 咁佢話 Alice claims that O lies on the sphere mentioned in A3 嗰個結果啦，嗰、那個 sphere 我 mark 翻出嚟，呢點 P 嚟嘅，咁 O 嗰點啊亂 mark 啦，個 D 嗰點啊 mark 呢個，咁啱唔 agree 咧？嗱，其實 agree 噶，因為咧點解 agree 咧 ？PD P 減 D 等於 D， 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如果呢點係 P， 呢點係 D 嘅長度，等於佢 O D 同 O 嘅長度。咁你呢、這個解釋咧就冇得，即係冇得去其他解釋，一定係同一個 sphere 佢先會有呢個現象出現㗎、啊、其他所有長度都會細過佢嘅。好啦，咁所以係啱㗎呢個係啱嘅。好，第二個啦，第二個就更加即係令到你出好出人意表啦。嗱 ，P1、P2、P3 係 three distinct point on the sphere。咁我喺另外一張圖畫畫出嚟啦一陣。咁佢而家咧 such that DP1 cos DP2 等於 DP3 cos DP3， 咁就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佢就要你證明個 P1、P2、P3 係響個 circle 上面個半徑就等於 OD。
如果佢嗰三點喺個圓個 sphere 上面，即係個球體上面，咁你正常如果三點、一點、兩點、三點，你唔係同一個平面㗎，即係佢可以同一個平面，但係咧佢唔一定係佢個半徑咧，即係佢經過嗰個圓個半徑唔一定係呢個圓嘅，即係唔一定係最大嗰個圓嘅。咁佢可以除以三啦，最極端嘅地方就係呢度一。二三咁喺呢度丁少咁多個三點，咪即係喺嗰度嗰丁少咁多嘢咯。咁佢唯一就係應該要證明埋咧，就係 P 一、P 二、P 三咧，喺嗰塊面同一塊面上面嗰塊面要穿過個圓心嘅，咁就得啦。嗱好啦，咁而家由呢個位置開始出發咯。嗱講多次 P 一、P 二、P 三嗰塊面係要穿過個圓心嘅，即係包含埋個 D 個點嘅，咁我哋用咩方法去做呢？我試下嘗試用呢個先啦，好簡單，好簡單。但係你個破天荒，我一下就係嗰一下噶啦。好呢、這個DP 一 cos DP 二等於 DP 二 cos DP 三。咁我唔用嗰啲咩 normal 嗰啲嘢去搞佢啦。嗱，我淨係要做以下嘢啫。我 dot 個將兩邊一齊同一時間 dot DP 三。好，嗱。等於零啊？點解等於零啊？嗱，用呢面去睇咗佢先啊，用呢個位去睇咗佢先。呢兩個 vector cos 出嚟咧，會同時垂直呢支同呢支嘅。咁你 dot 翻佢一定等於零噶啦，因為垂直噶嘛。好嗱，咁我哋知道等於零喎，即係呢嚿嘢等於零。呢嚿嘢等於零嘅話，咁就有嘢睇啦。呢個 triple product 嚟噶 ，triple product dot 出嚟嘅嘢其實就係個 volume of 嗰、那個。嗰三點嗰四點啊，嗰、那個 tetrahedron D P 一 P 二 P 三，或者咁講，佢呢一個嘢一定係要同呢個嘢垂直嘅話，咁佢個都係用翻 volume 講啦，講多次 D P 一 P 二 P 三嗰個 tetrahedron 個 volume 一定係要等於幾多少？零零即係咩意思啊？哇！即系 D 嗰点系一定要响呢块面上面咯。P 三系 lies on 嗰个 D P 一 P 二 P 三嗰度。咁调翻转讲，即系 P 一 P 二 P 三嗰块面就一定要 contain 咗个 D 嗰点。嗱，我点讲都得嘅，即系我打横讲又打得，动又讲都得嘅。咁即系最简单讲法咧，呢四点系 coplanar， 呢个最专业噶啦。coplanar 啊，咁 coplanar 即系咩意思咧？咁嗰块拼一定要穿过圆心，咁佢又要包含咗呢三点，咁啊即系一定系嗰个 circle 嚟嘅咯。嗱，佢冇得走鸡噶，我呢度嗱呢啲冇关系啊。圆心 P 一、P 二、P 三，佢一定要系有一个 greater circle 咧，咁你先可以包含到个 D 个点嘅。咁所以就已经可以证明到。經過 P 一、P 二、P 三嗰個 circle 個半徑一定係 O D 啦，就咁簡單。好嗱，多謝各位同學啊！嗱，呢個一句説話搞掂曬噶啦。咁好啦，嗱咁即係呢個 circle 嚟嘅，我用咗 animation 去俾你享受下嗰個感覺啊。咁所以半徑就啱啱好啊，就係呢個啦。因為呢個 O D 嘅半徑同呢個半徑一樣噶。好嗱，咁多謝各位同學先啊。咁我而家咧就講完曬啦，咁請 subscribe KDU 嘅 channel 啊，咁好，咁多謝各位同學先，好啦，拜拜。